过想象吗？每一次踩刹车啊，都是为你的电动车增加里程的奇妙时刻。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未来的魔法吧，可以让你更加的环保，更加的经济，用这样的方式呢，做畅行无阻。你好，我是沈琳，欢迎来到这一集天下纵横谈之动力洪流燃情开启。这一集的节目啊，将会带给你激动人心的内容，我们要深入探索电动车的世界，看看它到底是如何改变未来的交通方式的。你知道吗？电动车啊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真的带来非常多的好处，这些好处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。它们不仅仅呢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出行方式，还为我们带来了惊喜不断的体验。准备好迎接这个充满火花的冒险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揭开电动车的魅力，感受电动化的真正力量。在我们深入研究 EV 的酷炫功能之前，让我们先聊一聊电动车的优势吧。到底是什么可以让它们如此的与众不同呢？一个让你心动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充电，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哦，电动车主现在可以免费享受充电的福利啦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开着电动车，然后呢，无论是在家里、工作地点，还是在其他的充电站，都可以轻松充电，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哦，那是多么的方便啊！Hyundai就是要让你的电动车经验变得是更触手可及。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等着你哦，那就是 HOV 车道通行权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作为电动车主啊，你可以享受独自驾驶的乐趣，毫不费力地在拥堵的车流当中飞驰而过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坐在车里面微笑地穿梭在车辆当中，简直是省时又省心啊！这就是电动车带给你的独特待遇。忘掉那些频繁光顾加油站的日子吧，有了电动车，你可以在家里充电，在上班的时候充电，甚至在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充电站当中充电。不管油价再怎么涨，你都能够放心了，你也再也不用去为加油站排队而烦恼了，而是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充电，准备好随时上路。哎，电动车还可以让你的荷包饱满哦，因为你再也不用费心的去换机油了，是不是觉得超省心超省钱呢？电动车让你的日常维护时间还有金钱都得到了极大的节省，想象一下，以后再也不用定期去车厂花钱维修了，你的钱包啊简直是会高兴得到飞起。现在要告诉你电动车最酷的地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是超级积极的。是的，没有错，电动车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尾气排放，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朝着更绿色的明天迈进啦。我们可以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，享受到更健康的环境。嘿，你听说过电动车的超级酷炫加速吗？你知道吗？当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啊，你会感受到疯狂的扭矩推动你前进着，简直是让一股强力的推力把你带到了下一个维度。你可以享受那种电动马达带来令人兴奋的加速感，简直就是速度狂飙哦。不仅仅是如此，你还可以为你的生活的唯一地球贡献了一份独特的感恩，那就是减少了82%的排放量。没有错，听好了，使用电动车超过5年，你可以减少多达26,740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，享受着更纯净的呼吸，为我们的地球做出了真正的改变。哦，
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再生制动 （regenerative braking）， 还是我应该是说神奇的再生制动呢？也就是说啊，每一次你踩刹车的时候，这一个酷炫的科技呢，就会把能量转化成为电能，并且充入到了电池当中，而且呢，让你的续航里程是更加长的，简直啊，就像是每一次停下来的时候都能够获得一小段超能力一样哦。你能够想象吗？每一次踩刹车啊，都是为你的电动车增加里程的奇妙时刻。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未来的魔法吧，可以让你更加的环保，更加的经济，用这样的方式呢做畅行无阻。现在就让我们为你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盛宴吧，一起欣赏这一款炫目夺目的 IONIQ 6电动车。它的创新、时尚还有尖端的技术将会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体验，这绝对是电动车的巅峰之作。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非凡魅力。准备好了吗？沉浸在电动世界里的奇妙之中了吗？跟随我们一起领略 IONIQ 6的无限魅力。IONIQ 6有什么样的独门绝技？为什么它能够在竞争当中是独占鳌头呢？让我们一起探寻 IONIQ 6，为你们、我们、他们，还有所有的人们一起进行无与伦比的选择吧。我们先来谈谈 IONIQ 6的超快充电能力吧。通过 Level 3的充电，你只需要18分钟就可以将 IONIQ 610%的充电到80%哦，简直就是像闪电一样，简直是快速又方便，可以让你花更少的时间等待，更多的时间在路上畅行无阻。继续的想象一下，仅仅18分钟就可以让你享受 EPA 估计361英里的续航里程，简直是太划算了吧！再来聊聊 Vehicle to Load V2L 技术吧。IONIQ 6可不只是一辆普通的电动汽车哦，它支持 V2L 的技术，可以成为超大型的移动电源或者是充电宝，甚至还可以为另外一部车或者是另外一个家提供电力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用它给几乎是所有需要用到电的工具充电，或者在想要的情况之下呢，将车辆变成携带式的电源。IONIQ 6的多功能性啊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，它给你带来的便利还有乐趣，简直是超乎想象。你可能对 Level 1, 2 and 3的充电还有些疑惑吧，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吧。 Level 1的充电就是普通家用的座充，你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它给你的车充电。而 Level 2的充电呢，就是升级版的家用插座充电，充电的速度更快了一些。至于 Level 3的充电呢，它只有在充电站当中充电，尤其是像 Electrify America 这样的充电站，在南加州还有全美的各地都有哦。这些充电站啊，可以为你的车提供更快速的充电，让你在短时间当中就充满电力。而 Level 3的充电技术呢，不仅仅能够让你充电的时间是大大缩短了，还可以提供更加便利以及可靠的充电选项哦。这可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招，让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电动车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，不需要再受到充电时间的束缚，你的电动车跟你的生活简直就是完美的融合。现在汽车啊，可说是全力以赴为你提供高效实用的电动车解决方案哦。 IONIQ 6有着超级快速充电的能力，而且小声的告诉你哦，电动车主还可以享受免费充电的服务，这啊都得归功于现代汽车以及 Electrify America 之间的超棒合作关系。 IONIQ 6带来的创新完全是颠覆了我们的期待，它不仅仅是拥有 V2L 的技术，还能够进行超级快速的充电，让你可以感受到先进科技的无缝体验。无论你是对于科技或是环保有多么的追求， IONIQ 6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。不要忘了哦， IONIQ 6引以为傲的3级充电能力是完全展现了现代汽车致力于扩大充电基础设施的决心。他们正在为全球各地的电动车的用户们提供更快更便捷的充电选择。现在啊，你不仅仅能够驾驶电动车，能够享有它的乐趣，还可以轻轻松松的充电，简直是轻轻松松，开开心心。功能丰富、科技先进的 IONIQ 6已经准备好为你们带来震撼的体验了，别再墨守成规，加入电动革命的行列吧！一起来体验 IONIQ 6带给我们的未来交通方式，这里就是潮流的起点。感谢大家一路
相伴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之动力洪流燃情开启，一起经历了这一次让人激动不已的旅程。在下一期的天下纵横谈当中，我们将会继续揭开电动车世界的最新奇迹。别忘了，一款全能型高科技的电动车能够彻底改变你对交通的认知哦。在我们再一次相聚之前，记得继续保持憧憬。